蜘蛛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超级英雄他想要去演的？然后他就提到的是这个美国队长。不过呢，他还是说最想要的呢，就是成为的这个超级英雄，还是 Spider-Man，这是他从小的时候就一直想要的成为的这个角色哈。而且我们。